国阵马华在森美兰芙蓉上阵，一国三州马华芙蓉国会议席候选人张胜文星期四为罗白州议席候选人林国坚竞选行动室主持开幕仪式。张胜文顺势调侃即将在芙蓉守土的火箭对手陆兆福，早前提出的圣杯论，抨击行动党又一次欺骗选民。所以国阵议长。 支持马会鬼佛，真的马会那边支持，现在拿着那个牌，整天跟人家挑外国大新杯的一个波，狼罗大新杯哦，马佛坚新杯都黑了，你会发现，啊，换点新杯来打一个，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欺骗我们华人，叫了我们头月亮不行，现在叫我们头圣杯，啊，不是圣杯哦，圣杯是一开一关才叫圣杯吗？两个盖起来叫什么？ 两个盖台高师傅，他不是圣杯啊，圣杯是一好一天嘛，也两家都开门，两家都开门，你说打不了你啊。张胜文坦言，罗白州一席是火箭强区，马华前两届大选都在罗白区惨败。不过马华坚持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单独的一个罗白区就定了整个芙蓉的江山。 我们必须要在我们跌倒最重的地方重新站起来。我们要深入进入这个火箭的强区，我们最弱的一环。就像林国坚把行动室设在这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过往行动党最强的这个着陆点。我们就在他最强的地方开的这个行动室。我们要勇敢的走入这个火箭强区，来推动整个芙蓉的改变。